戏院里也找不到其他出口了，只能继续往这边走试试。小翠，哎呦，我的脚！小，那我去找小桃了。你急成这个？哎，你顺便帮我找个门。好，你都可以帮我什么忙？上门开锁，维修家电。我做过，不要，别，这鬼玩意儿是唱戏？这里也……哎呀，算了，我 这条短信，我不懂。如果这是恶作剧，也太好。你说可以上门开锁？你真的连玩笑？说起来，你真的一点什么情？这些年来，你觉得自己梦中……我也只是小的。搞定了，不许说谢。Thank you.
灯怎么突然闪？很有规律。梁少平啊，梁少平，真是白眼吧！还有你，
谢。我刚才看到了奇怪的东西。什么声音？